前往下一目标点。往前奔跑并起跳，翼装会速。首先，跑到边上时，你可以在空中控制飞行方向和速度，干得不错。前往下一目标点。使命战场的枪械自带基础配件，枪械的品阶通过颜色来区分。前往下一目标点。下方蓝色条代表已装备的护甲板数量。使用护甲板就像额外的生命值，在跑动时也可以使用护甲板。击倒被标记的敌人，注意听护甲破碎时的声音。打得不错。打得不错。记住，没有护甲的敌人非常脆弱。下面是高级道具的介绍。进阶配件是特殊的配件。这个进阶配件能提高弹匣容量和换弹速度。空投补给箱里能拿到更高级的进阶配件。在右上方的地图里能找到空投的掉落位置。这个图标代表了空投补给。空投补给箱里包含多种高级道具。军械库还能提供一把预先配置好的。在对局开始前定军械库武器是使命战场中的最终追求。它不仅可以自带五个基础配件，还能装备两个进阶配件。你可以在附近找到靶子，测试下满配的军械库空投武器。当你准备就绪后，请前往下一目标点。接下来是关于技能芯片的训练。每一场对局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技能芯片。使用芯片技能，玩具炸弹会召唤猎犬攻击附近敌人。干得不错，你通过了所有训练。